请问这是周女士家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是周女士订的蛋糕。哦，好，给我就行，给我就行。好嘞，祝您和家人生活愉快。好，谢谢。周芳，周芳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是堵车吗？你这在家干嘛呢？你要把房子给我点了吗？快，别吵，别吵。那不开原机啊？我忘了。小迪没熏到吧？小迪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我本来打算带着他跟洛洛一起出去玩，洛洛不给面，所以小迪就回我妈家过周末了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做点特别的菜，搞成这样，我还不如点外卖呢。你这个做的是什么呀？肉啊。肉啊，还真是看不出来呢。我今天不吃肉，我今天吃素。嗯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菜。你怎么这么生硬？哪里生硬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没有，但真的很生硬。早上准备这么多，我也准备准备啊。干嘛？在撒娇啊？没有撒娇，看你的脸都红了。黑了吧？黑了吗？嗯，红了。黑了。看我害羞的红了。好呛啊！嗯，要开窗。我才想到要开窗。好，许愿吧。嗯，吹蜡烛。首先来切蛋糕。你也不问问我许的什么愿、啊？这不能问的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那都是蹭小孩的，愿望这种东西，一定要说出来，跟爱人分享才有意义。小马知道？嗯。我刚才许的呢，就是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能跟你一起过。那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不会忘记。你不准再忘了。嗯，这样吧，奖励你陪我吃一口。真有吗？过来投食了啊！啊！啊！妈，干哪里去啊？哎！这是什么业务？我一点不熟练。那会儿你别浪费。